而我大概领先，可以来个飞机试试运气。我占个草丛吧，我先掏它。我掏你，吸你，平嘞，平嘞，插眼，平嘞，我跟你要圈儿，哎。掏你，吸，平嘞，平嘞。这是我最轻微的罪孽。掏你，平嘞。平嘞，炸平嘞，平嘞，平嘞，只要掏你，你敢反抗诺克萨斯，掏你。谢谢安德喽，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，还有四分钟抽奖就结束了，可以来个喇叭，掏你，扎你，啊炸，平 A， 掏你。吸你平嘞，炸，掏你，吸你平嘞，掏你 W， 吸炸死了。这就是不小心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情况下，干什么呀？掏你，吸你平 A， 吃饼干打把妞，炸平 A。点烟平 A， 吃饼干平 A， 掏你，闪现炸街平 A， 长本事了小伙子。这是给我的祭品，武器人呢？嗯，出来了，回家了，还不走？这我也都有大了。最后都会传的。先来个遗失的章节吧，再来个皮海，还有两分钟了啊，最后两分钟了，俺们还有11个飞机能过我们五星挑战任务，这轮要是过不去，我们就把权证龙老板吊起来，把它吊在树上。生时，炸！谢谢王大娘的3个飞机，掏你，吸你，炸！平嘞，炸！平嘞，走位还。为了让诺克萨斯更加强大，还不够吗？现在1-2应该也没啥问题，那艾克也不敢来。
家还没来之前，不让他吃经验，我们最好是平 A 补刀。外交微妙的艺术。我这在乌鸦补刀本来就非常难补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小兵还多。掏你 W 西炸平 A。直接开大点炎炸接炸，敢跳上来，我的天，他只要敢跳上来，那就得让他知道他跳上来的后果。谢谢安豆的三个飞机，谢谢那个小伙的两个飞机，差两个送礼人数。掏你，炸你，走了，我们无敌了。哎呦，权志龙驾驶超神号光临直播间，行啊，我直接美甲窃魂卷。你们看不看科普类的视频？比如说强化武器，这个脱掉盔甲这一类的东西。没文化看不明白，那算了吧。那想看动物世界呀？那行，动物世界。给你找个动物世界。可避鼠辈空有可恶，这武器乐意上哪去上哪去吧，不管他，不用你就在那里，你看他能怎么样，我拿他一些塔他塔不要了，打不要了我就继续推，我们就无敌。他能干嘛，他在那里他最多他就看你一会儿，他也不敢去。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要送我蓝 buff？ 哪来的蓝？武器大师收人头了吗？哎，武器大师没拿到人头，这蓝是哪来的呢？我们家的蓝吗？我们家的蓝也没写多长时间刷呀。东北哪边是北？上北，上北下南左西，西吧，西西。他越是想杀我，越证明我的道路是正确。
把我们家蓝打，抛你，炸你！看能不能打个红棒。 没有大不行，没有大，我们是弟弟。正好买本小书吧。这乌鸦的这个法强怎么这么低呀？这英雄。 我都蓝裂汉苦楚，加本小黄书，加美甲，切魂卷才一百五十八。那阿卡丽还会挣扎着想要活。那输没几层，一层多少？一层五点，四五二十，四十五，四十呢？全都是不自量力。法强真的很低。掏你，W吸炸，耶，吸快了，炸！ 掏你！闪现炸！劈炸接炸！谢谢你的石头营，不敢上，没事，我们把塔拔了。 哪来个刘？刘，掏你，吸你，跳弹！你们不会要杀我吧？我有蓝枪。 叫谁老头子呢？我炸你！来个人儿，掏你牛，炸，好 Q， 炸，掏你，哎呦我，炸 ，W， 炸。 炸！掏你牛，吸你炸接大，炸！炸！走不走位？走位也是，不走位也是。这也是一种投降的方式。硝烟散尽时，就是群殴。掏你！ 我们已经16层美甲切魂卷了。我说实话，我现在可以来个舞台，但给我舞台的前提下，我需要两件装备。第一，我需要一个沙漏，2160。 第二，我需要一个小鬼书，800吧，2160加800。
2160加800的合。到了90。我马上到。哎，这波舞台开大，致命点燃先杀一个炸接掏，接平 A 接炸，平 A 接炸接 W 妞，接炸接炸掏炸，炸炸 ，What the fuck？跳弹，我掏接炸，咦，跑，我炸，炸，纳尼？今天你肯定是跑不了，炸，哎，回家了。我直接水银海就可以了。兄弟们，给个舞台，我来一波1v5。权衡之后的冒险，你们小龙。不用，这边让他们去啊，我们直接自己推中啊，炸平 A， 平 A 掏回来，炸七炸，平 A 开大接炸，平 A 接炸接掏接 W 妞接，给大西，平 A 接炸，掏回来，炸炸，吹波扣那不行，炸你牛。掏你牛，击你牛，炸！我抓扣，打个蓝 buff。回家了。再来个大棒子！别忘了，我们正处于战争年代。再给一波舞台，再给一波舞台，我自己来一波。如果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。去波大龙吧，再给一波舞台，炸平 A 给大，炸平 A 掏回来，炸接炸，接炸平 A 点燃，接炸接掏。接 A 接炸接 C 接平 A 接炸接平 A 接炸接炸接叮炸，想开我那不行，吸点血。好你 C 接炸，炸接炸，掏你七接炸，掏你牛，炸炸，掏你牛，炸闪现，
炸！平没，大没放出来。来吧，塔姆，塔姆对面不能玩武器大师，因为舔不着，很恶心。